这比赛是六场次公开男子组，师大国语文对上晋阳。选到的是师大国语文，在内选跳的是晋阳。水道的师大回文目前领先了晋阳，真的不简单哦。那个大家都想进入决赛，但是这真的是体力跟耐力的一个竞赛，雨婷呢进入决赛的时候感谢老天加油。哇，我刚刚还在想哦，目前在水面上呢都是今天的全胜哦，然后一个就是要进入冠亚军的争夺，这是很刺激的比赛。水道的晋阳，恭喜你们！